疫情的關係，很多人都沒辦法外出旅遊、工作，變相生意就受到很大的影響。很多同事都會跟我說啊，貨運要加油啊，其實我很希望見到客運都可以盡快復甦，我們可以重新起飛。咁有好多人都會問啦，點樣可以為抗疫出一分力啦？打疫苗之後，令到群體免疫可以生效，令到所有嘢可以回復正常咧，其實都是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咯。咁我相信啦，同各國政府去磋商，幾時去通關咧，其實打疫苗係起咗一個重要嘅作用。香港人經歷過沙士，大家都諗住可能半年就應該 OK 嘅啦。咁而家都差唔多年半啦，每一個人都開始有少少疲勞咯，好掛住以前翻工，每上到飛機咧，班機係爆滿啦，好想回復正常。咁我覺得盡早去接種咗咧，就可以保護到自己啦、同事啦、同埋屋企人同朋友咯，盡快去接種疫苗。